球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邀请到的来宾是林忠义，忠义哦，非常非常的优秀哦，是我们的这个模范青年哦。我们请忠义跟全球的观众朋友问个好。好，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忠义，胡萝卜先挖球。嗯哼，毕竟西式比较讲究的是摆盘的动作，就是把它挖成一个球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是南瓜跟地瓜，把它蒸熟过筛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先做我们的基底的部分，南瓜你先下来，鲜奶跟鲜奶油下来，先给它煮，加上我们的海盐，一点点的海盐调味。煮完五分钟左右的话，我们就加入我们的奶油，让它滑顺一点点。反正就是你口感确认了之后呢，就是再加一点奶油啊，因为奶油它的这个熔点很低啊，所以你不要太早下去哦，否则的话香气也不见了，香气也会不见，它也比较容易焦哦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先放着，然后我们油温火给它热的时候，我们就加点奶油，然后我们牛小白做基本的调味，海盐。稍微撒点海盐，表面撒点海盐，放上来煎。煎完一面的时候，再煎一面。煎完两面的时候，一定要给它静置一下下，油温差不多有冒烟的，我们就是直接煎我们要的熟度。一定要听到滋滋滋的声音，然后蒜头、迷迭香。这样子就有香草的味道。今天我们就做的酱汁是直接用煎好的肉汁，马上就是搭上我们用红酒泡好的葡萄干跟蔓越莓做葡萄酱汁。干贝一定要用大火下去煎，然后再撒上我们的海盐做少许的调味，煎两面上色就可以了。我们常常看到菜单里面的海陆双拼呢，就是。在地上走的，在海里面游的哈，我们今天就用牛小排跟干贝来做这个海陆双拼。然后我们这个樱桃萝卜呢，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摆盘的一个小工程哦。